怎么那么小？鄙视你喽！鄙视我干嘛？鄙视你喽！是我养的。说是挖你的头那么大的，到底啥时候挖出来？大家一起监督，比他挖出一个比他头大的，挖不出来都不饶他。你到底行不行？你到底行不行？你到底行不行？你欺负我。我没欺负你，阿姨在直播间呢，我怎么敢欺负你？阿姨在直播间，妈妈欺负我，阿姨在直播间点赞，大家朋友们，大家是看着的啊，我并没有欺负他哈，大家见证我没有欺负他。金线掉葫芦，对，金线掉葫芦，下面会有金线掉葫芦，快点挖，让你快点挖。快点挖，加油，阿力给！大家都给我加加油，他欺负我，我没欺负你，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欺负他了吗？我没有欺负呀。他欺负我，我怎么就欺负你了呢？过分哦！我的天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太过分了吧！大家见证我有没有欺负他。阿姨刚来的，你就说我欺负你。阿姨刚来直播间，勇哥学过表演吗？你有没有学过表演？我明明没欺负你，你说我欺负你。你们说他是不是学过表演？阿姨一来他就说我欺负他。好过分哦，好过分啊！你好委屈啊！朋友们，关注别忘了点上好吗？你好委屈啊！哇哦！这里，把他修了，把你修了，他们让我把你修了。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，大家太高估他了，他是小学毕业的。这里，咦，就这个，哇，这里有个大的啊，马上出来了，马上出来了，大家马上出来了，一起坐坐站。朋友们，给大家送的给大家的第二个见面礼已经给大家了，在下面弹出来了，大家直接点进去参与就好了啊。下面上有一层，下有一层，都给到大家了，大家可以直接点进去看一看就懂了，好吗？哇哦，如果大家懂这些东西的朋友们可以打在公屏上。换一个，他们让我换一个，就连苗苗姐姐都让我换一个。换一个，我跑去上海去你家。是住不走，没有。这么多年了，老朋友，你既然这么说，你信不信我跑到你家，吃你家的，住你家的，喝你家的，我不走了我。那你得看看霞姐家有没有姑娘。来，看一下，来了。哎呦，来了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哼。看到了。哼。朋友们，关注点上哈，关注主播不迷路，主播带你一起了解云南大山好物，我们是来自云南大山的。大家可以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哈，咱们小赞赞已经破万了，咱们来个两万好吗？两万，用力挖！来，朋友们，给大家准备了见面礼，上面有见面礼，下面这里也有见面礼，大家点进去参与好吗？好吗？又是小土豆，你到底能不能挖个大土豆出来？妈妈，他又欺负我了，妈，我这就欺负你了，他欺负我了。明明大家说阿姨看见了，我没欺负你，阿姨这会儿是在直播间的，我没欺负你。这里面有个空洞，有个坏人呢，头这么大的，要么头这么大的坏人，要么。妈呀！拿个平底锅敲一下就挖到。大土豆，教我教晕了。你一天说我欺负你，所以大家就教我如何欺负你啦。哇，要出一个，到底能不能比你大？比我大？能不能比你大？能。我们已经挖出几个了，朋友们。这里还有。我们限他十个以内挖出比他头大的，好不好？十个以内。对，十个以内。十个以内。我这我满身汗了。朋友们给大家大礼，自己去下面看啊，下面看。这里有一个了，下面已经给大家挂上了。这里面有一个了，看到没？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哇哇哇哇！看到了。看到了。看到了。我信你个鬼。看到了。三七根是我们家自己种的哈，小土豆挖不到十个，小土豆都挖不到十个，那不一定。这个上面你看，这根系很发达，有好多个。就不到十个，他五个挖出来就 OK。老顽童哥哥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欢迎回家，
欢迎回家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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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朋友们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小的时候学习好是学霸，你小时候学习不好吗？你就意思就我没有三驱车呗？你怎么知道？小的时候老妈总是用那个三驱。我有乌灵真知，你有啊？啊，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我们家乌灵真老多了。你挖得动吗你？我挖不动，我们家有得了呀。嗯，哼，你就是小时候没吃三七根，所以你记性不好，没我学的好呗。要不我小的时候我妈老弄那个三七粉啊、这个、三七根呀、啊、给我煲汤、这个、用三七粉炖鸡蛋给我吃，所以我老是、我就是学习委员。你学习委员来不了，我还是班长。我记性又好。你吹牛。我还是班长，我是这嘎嘎嘎出来的班长。你是那种、你是娃娃头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就怪你小时候不认识我，没有拿三七给你吃。哼，打一架再说，打一架。啊！妈妈，他打我！妈妈，你这个戏精！他打我！大家看到他打我！你这戏精！他给我一坨，给我一劈坨了！你该喝三七花了，你那么热。你该喝三七花了。你能不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？大。这个大不大？大。这个。大。这个。两个宝器，这个大，表演习出来，不打不相识。刚刚锤我了，大家已经看到了啊！大家哇，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真棒，知道那么多知识。咱们下面、咱们下面给大家的礼，大家可以点进去参与哈。这个，哇哦，这里还有一个，看到没有？哇哦，这里还有一个，看见了。到底看到没有？看见了。看到没有？你把我当啥呢？我这眼睛好好的。那你给大家看到没有？看了，你们觉得是这个大还是这个大？你到底能不能挖出个大的来？这里不大。你到底能不能够挖出个比你头大的来？你倒是挖出个大的，比头大的来呀，来呀，你拿出来比呀，我都有。来呀，来呀，你比呀。这是你比呀？怎么一串串的？对呀，大土豆啊。大土豆。云南大土豆。云南大土豆，挖呀挖，看看比你的头大不了。看了两个都带。看了两个都带。带啊。带啥？带啥？带啥？啥？带啥？啥？带啥？啥？带金线钓乌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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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钓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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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钓钓钓。对，野土豆，姐姐野土豆。对。朋友们有没有见过去？有没有见过这种野土豆？嗯。2700位朋友，大家一起把关注点上好吗？点关注。点点关注不迷路。不迷路。点关注。不迷路。对，带主播回家。点关注不迷路啊！下面还有一个大的三角乌龟。哦哦哦，不是，杨波奇带了几个孩子。妈妈呀，这是山药。山药。山药。天哪，出这么大的山药！你看，我太需要山药了，我特别需要山药。天哪，这么大一个山药！哇、这叫顺带，连带。顺带连带、连带，连带，连带收获。妹妹啊，这个山药，拉丝了。拉丝了，被我搞到了，看到没有？吃，拿出来吃，看到没有？拿出来吃，看了，看了啊、哦！哇，拉这个丝，这个拉丝拉的好哎，看到没有？哇哦，赚了，我也觉得赚了。这个山药比这个土豆好吃，这山药比土豆。今晚上土豆挖煮山药，山药挖土豆，土豆找山药。哇哦，哇哦，来，来，这个山药有点大，大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完了。加油！哎，土豆到这，土豆到这里完了，山药到这里完了，土豆还在。哇哦！朋友们别忘了点关注好吗？关注主播。哇哦！天哪，看到没有？妈呀，你不要！拉丝丝！啊！这样的山药你们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小美人露个脸，先比土豆挖出来。好看，朋友们想看一下我吗？想看一下我的朋友想不想看？大家不想看我妈妈。想不想看我？因为有朋友说想看我，现在的山药应该还没长好。不想看我妈妈，妈妈。想看的嘛，大家想看我的朋友，想看我要，咱们现在有2700位朋友，大家答应我不要走开，我给大家看一眼好吗？要不要给大家看一眼？哇！这个、你怎么哭呢？我要怎么要吃这个？叫爸爸都救不了你，快点，快点！我要吃这个。哇哦！
这个山药是无生吃的，朋友们。勇哥看到主播流口水，碧勇兄弟真幽默，想看哦。好的，主播露脸，要不要我露脸？我吃一下给你们看。妈呀，他居然要这样吃啊！你不敢吃，你先不。居然，我不敢吃。嗯。我敢吃的吗？你看看。我告诉你们哦，这山药有很多种，很多个品种。等他吃一下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可以吃的。甜吗？甜。甜。甜。我在这儿。我在这儿。谁在哪里？在这儿。我在这儿。